好，我是欧卡妈。今天我们要给欧卡恰克做肉干，一会儿你们就有好吃的啦。我看你这个好奇宝宝，这是一个可以产出好吃的东西的机器，不是吃的，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最近宅在家里，我们网购了一个烘干机，准备做点肉干给欧卡恰克吃吃看。哇，好多层，我感觉这个东西做肉干应该蛮好吃的。肥胖警告，我说，我说。我伸缩自如，我可把人家切鸡胸肉，你这个摆盘有点做作啊。哎，就是这么讲究。这个肉不用煮吗？我看视频里面都是生肉直接放进那个里面，第一次做，先试一下来。我们现在来设定温度，剩下就交给时间吧。2000 years later。哇，已经做好了，好像还蛮好吃的样子。我一个人已经馋死了。哇，老鼠掉到米缸里。嗯，恰克怎么你也跟着来了？这时候学那个什么魔戒呢？ It's my pressure。 开心死了，眼睛都放光了。恰克 set。 干嘛做了等吃的？嗯，不怪没得吃啊，我自己先吃的。你不要把它们吃光了。不错。嗯，好看。爸爸留点给我们吃。哎呀，香死了！啊，一人吃一口先。嗯，没想要。恐怖了！恐怖了！哎呀，娘！我怎么掉在地上吃？死掉慢烟。大哥。好喜欢吃，我看恰克，你们是不是很想吃肉干？我们来做一下训练好不好？小手，哎呀，好乖，一人有一个啊，很乖。好，挡，好乖。好乖，啪！恰克都挤到我了，好乖啊！哎，这个恰克不会，来给你吃一个好不好？乖啊！哎呀，好乖，好乖，哎呀，乖死了！肉干在手，肘子我有。好干，恰克，什么？喂，我的妈！哎呦呵 ，OK， 恰克，哎呀，哪都能叫到你，哎呀 ，OK， 恰克，恰克，哎呀，恰克，不行了。我手啊，我手，你怎么直接倒下来了？这个我手，这个我手，哎，这个